大家好，我是湾景市第六区的市议员杨启清。我祖籍广东潮州，在香港出生长大，我对于自己祖籍的概念已经相当模糊。2016年的寻亲之旅，看到我父亲成长的故乡、读书的书堂，还有听到很多有趣的故事。是那个杨门旅长的后人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个很新的感受，因为无论我在哪里出生，移民到哪里去，我也是一个中国人。通过这些认识历史、认识祖先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重新认识自己，其实一个很难得的经验。对于中华文化有更深的了解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宝贵财富，我的身上也是流血中国人的血墨。作为在万景史中的一位华裔议员，我跟喜内的华人士们心连心，华人身份的认同和骄傲，更能够为万景史的多元文化做出更大的贡献。